我们家刘妈呢，年纪也大了，咸蛋呢总是拿不准。我准备让她回老家，换你去厨房掌勺，好吗？秋香听夫人差遣。嗯，夫人，秋香有些话想跟夫人说说。你刚来府上，不了解我的脾气个性，最好少说话多做事，省得挨骂。秋香只知道对主人忠心，该说的话，就是挨骂我也得说。没想到吃你一碗馄饨，还得听你啰嗦。行了，说吧。夫人，请让二少爷回家来住吧。原来绕了半天，是给舒涵讲话。你以为你是谁？夫人，二少爷一家在外面过日子很艰难。哼，那也是他自找的。当初舒涵二少爷收留了秋香，我才有这个命认识了大少爷，把我的眼睛给治好了。好了好了，这些我都知道，不用再啰嗦。我累了，我要休息，下去吧。素云，这么早收工了？不是，我们是来找你说点事儿。对对对啊，什么事儿啊？素云啊，那个你能不能再帮我们回去唱唱曲儿？我们实在是揭不开锅了。真这么困难了？就帮我们唱一曲儿。对对对，你只要能唱一曲啊，我就能把看官都招拢过来。好。大哥，谢谢了，谢谢了。但是，咦，看出来了吗？没有。又有了。啊！欢迎光临。小三儿，刘叔，小姐，你回来了。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昨个就回来了。哦，这是我带的南京特产，拿去给伙计们分了吧。谢谢小姐。刘叔啊。我给您特地带了糖炒栗子。哎呦，小姐想得真周到，就知道我好这一口。陆叔，我走的这段时间，唐书涵的画卖得怎么样了？唐书涵的画没人买，我叫他把所有的画都拿回去了。什么？既然没人买，搁这儿呢，还耽误地方，而且还耽误他，您说是不是？时候也没这么难受，这第二胎快吐掉我半条命了都。是个男孩吧？哎，只有男孩才这么折腾妈。哎，你说是不是？会不会是个男孩啊？哎，说话呀，你怎么了？今儿一天都闷闷的。素云，要不然这孩子咱们先不生了吧？不生？怎么能不生啊？这孩子都在我肚子里了，怎么能不生啊？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什么不是时候？这孩子不能生。不能。肚子里的孩子拿掉，你说的什么胡话？
素云，大夫说婷婷得的是 B 症，眼下当务之急凑钱救婷婷吧。我知道啊，婷婷的病都快让我治好了，我今天给她炖补汤。再说了，你不在的时候我一个人带着她，她过得挺好的，现在你来了，我们怎么可能养不活孩子呢？人家穷人家的孩子四五个孩子都能养得活，我就不信我们两个人养不活孩子。你听我说，你不知道，我哥哥是大夫，我知道B症这个病很严重，要花很多钱，如果我们凑不出钱来治好婷婷的病，搞不好她连命都没了。我说什么呢？婷婷怎么会没病？有病我们就赚钱来治病，你干嘛不要我肚子里的孩子？你怎么这么狠心呢？因为我愿意，我自己都心疼，我比谁都心疼，我比谁都想要这个孩子。但是婷婷怎么办？你不能不管她吧？好，就算我们凑出钱来就好了，婷婷，这个孩子生下来我们还要再腾出钱来给他精神物质还有教育，这些我们一样都给不了，怎么办？我们不能让孩子生下来就受苦吧？你说什么呀？什么精啊，什么物的，我听不懂。我就告诉你，你休想拿走我肚子里的孩子，绝不。素云，你别碰我。我告诉你，休想拿掉我肚子里的孩子，这孩子跟你没关系。素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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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舒涵，小姨，我刚从南京回来，本来是想来看看你们一家人过得好不好，没想到刚到门口就听到你们为了孩子。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啊，我人生中最落魄的事情让你看见了，让你看一看一个穷困潦倒的男人为了给自己的女儿治病居然动了让自己老婆去打胎的念头，我真是疯了。舒涵，你是因为着急婷婷的病，你一时冲动才会说出那样的话，你不是有心的，留下孩子吧。你以为我真的舍得？你认为我真的忍心把自己的孩子亲生的骨肉去打掉？那是我的孩子，我爱他，没有人比我更爱他。我爱他，穷得走投无路，我不知道我的孩子生下来以后婷婷怎么办，我拿什么养活这个孩子？把孩子给我吧，我替你们把孩子养大，不管这个孩子是男是女，是美是丑，舒涵，我跟你保证，我会用我的生命去爱这个孩子，去照顾这个孩子，就像照顾我自己的孩子一样。你一个单身女人要收养我的孩子？你别开玩笑了，这不可能。再说我老婆素云她也不会答应的。难道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吗？相信我，舒涵，这对你们，对孩子，都是最理想的。你想想，素云现在在待产期间，她需要充分的营养，她需要安静，这些你给不了她的，我可以给。我愿意给你们一笔钱，让她好好待产，你也可以安心的画画。求谢老板，还是给我们留最后一点颜面吧。您在说什么？那是我的孩子，那是我的骨肉，它不是一张画。您在说交易吗？
我只是想帮你，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别再说了，行了吗？我不会卖掉自己的孩子，更不会把孩子去打掉。出了什么问题，我自己解决。卢叔，坐。哎，是这样的，卢叔，我想了很久，八方雅集现在都靠你一个人在张罗着，我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所以我决定把这个铺子给收了。什么？小姐，咱们好不容易才做出这么个局面，小姐，您说要把八方雅集给收了？卢叔，要是您有兴趣，我可以把铺子盘给您来做。哎，不不不不不，小姐，我之所以帮您管理这家店，完全是因为怀念老爷当年的提携之恩。既然小姐都不愿意做了，您说我做还有什么意思呀？哎，我也想休息了。卢叔，您不怪我吧？我真对不住你。小姐，您别这么说，我能告老还乡，回家抱孙子，这不也是一人生大乐趣吗？那我再多给您一笔钱，让您好好养老。其实我想的倒不是这个，我关心的是，小姐你老这么孤身一人，这总不是个事儿啊。孤身一人，也许这就是我的命。素云，我错了，我错了，素云，我是昏了头，说出那么混账的话，我打我自己，别往心里去。你干嘛打自己呀？谁让你打了？我错了，我不应该。反正你起了那样的念头，就是不该被原谅。反正，这种话都说出去了，我也说不回来。想怎么惩罚我，你说了算。那就罚你，等孩子生下来，一年之内，给他把屎把尿。好，交给我，把屎把尿。多长时间？嗯。哦，好好，我知道，把屎把尿一年了，两年也行。我错了。大坏蛋，你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是我不好。你是王八蛋。我是王八蛋。我觉得吧，咱们还是等邻居回来跟大家伙交代一声，咱们再走。还等什么等啊？这放债的人都快到门口了，你有几条命能等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我想想，对吧？快走，快走啊！别拉我呀！哟，这么巧，急匆匆的着急还债啊？二米，你们这是找谁呀？明知故问，我们是奉刘爷之命来要债的。有人呐，欠钱不还，还想一走了之。啊，不不不不不，两位爷，两位爷误会了，我们这是到亲戚家去借钱，想把这钱给还上。少扯了！大爷，欠债还钱嘛，别打女人，要打，打我，少废话。啊，老孙，老孙，你没事吧？啊，没事吧？欠老子钱，赶快还来。大爷，实话说吧，这要有钱，我能不还你们吗？我这刀可不长眼，你们身上要是缺了鼻子、少了耳、少了耳朵，可不怨我啊！两位爷，两位爷，求求你们再给我们宽限几天好不好？我就是去偷去抢，我们一定把这钱还上，求求你们了！快点！求求你们了，二位爷，麻烦你们再给刘爷说一声，再宽限几天。谢谢你去屋里看看，走走值钱的东西。哎，怎么样，
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堆破烂，不值钱。大叔大婶，哟，你们俩怎么会在这儿？听水呀，云云，这没你事，快回去啊！快走，快走啊！你们是谁呀？卖窑子，值几个钱，把他带走。你们是谁呀？快回去！快回去！别动！大爷，这事跟他没关系啊！这个事跟他没有关系，听见没有？我跟你们拼了！别动！回去。跟他没关系，大爷没钱。瞧这孩子可以，天黑之前带上1000块钱，到刘爷这把孩子赎走。一千块，不是别动，这跟他没关系啊！别动，没关系的。天黑前拿钱来赎，小姑娘，求求你们放了。大爷，这跟孩子没关系呀、啊！小姑娘放了，你帮我解开呀、啊，都怪你呀、啊。现在天天被抓了，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我对不起素云呢，我该死。哎呀，好了，我该死，行了吧？哎呀，咱俩都死了，婷婷也回不来。哎，都是你。哎呦，你们怎么被绑在这儿啊？说，这唱的是哪出啊？先帮我把绳子。你们俩自己把自己给绑起来了，这干嘛呢？来来来，来，怎么回事啊？素云呢？婷婷被刘月的手下给抓走了，你们赶紧去救她。是，怎么回事？都是我不好。是我欠了刘爷的钱，可我还不上债，刘爷就把婷婷抓去抵债，跟我们又没关系，抓婷婷干嘛？刘爷说了，天黑之前一定要把1000块钱交给他，否则的话要把婷婷给卖掉啊！1000块，我去哪儿找1000块啊？素云，你先别着急啊，我这就去筹钱。你去哪儿筹啊？等着吧，我先把婷婷赎回来再说。这事都怪我。我替你们把孩子养大，我愿意给你们一笔钱，让他好好待产，你也可以安心的画画。哎，你好，哎，我找你们谢老板。我们谢老板把店给盘了，现在差不多已经到车站了。佳音，佳音，我想好了，孩子我答应给你。你在说什么？什么叫把孩子给我？我急需要钱，1000块。发生什么事了？你为什么急着要用钱？别问了，我想好了，孩子交给你收养就好了。可是素云她知道吗？这是她的孩子啊。我会说服她的。不行，你得先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不能。别问那么多了，好不好？在我后悔之前，麻烦你先给我钱。这是1500元的银票，你收着吧。我只要1000块。你收着吧。多的钱就当做给婷婷看病用，而且素云现在也需要营养。等孩子生出来，你们通知我，我就来上海接她，把她抱回南京。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他抚养长大的。一言为定。舒涵，牺牲你了，孩子，你原谅吧。孩子，爸对不起你了。说，老孙这一家也真够可以的，去跟放债的借钱，这
借一还十啊，这不是玩命吗？差点啊还搭上了婷婷。哎呀，算了，这事儿就别说了，人家一家都连夜搬走了，估计也是不好意思，够可怜的了。哎，你真的不怨他们啊？哎，各家有各家的难处，他们一定是被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你说当初我刚来上海的时候，要不是他们收留我，我还不知道上哪儿去呢。我到什么时候都得记着人家的恩情。哎呦，这完全就是两码事儿，你就别替他们开脱了。我也不知道。小心，来。行，我行。哎，这事儿啊，咱就别提了。我们这家人呐，那是上天保佑着呢。舒涵终于找到钱，把婷婷给赎回来了。别提了。对了，你有没有问过舒涵，这火烧眉毛的，他这1000块钱是从哪儿弄来的？我问了，他不说。哎呀，还用问吗？肯定是他大哥给的呀。哎呀，你说这舒涵真是好福气哦，有这么好一个大哥啊。那当然了，他大哥可不止给我们1000块钱，除了给流氓的，我手上还剩一点钱。哦，不然的话，这肚子大了，舒涵的话又卖不出去，这日子可真没法过了。给我跪下！当着祖宗的面，你给我说说清楚。要是祖宗们答应让你走，我马上放你走。上次计划是去美利坚，这一回又要去广州。你媳妇儿的点子真多呀，那是一出接着一出。娘，这次是医院指派我去的，跟静怡没有任何关系。再说我到广州那边安顿好之后，也可以接您过去住段时间啊。好，你要走也可以，除非你答应我纳妾，而且只能带妾去，静怡是正室，一定要留在家里帮我料理家务。娘，你这不是在逼我吗？你们何尝不是在逼我呀？你和舒涵两个忤逆我，不孝之子，又要讨媳妇欢心，又要自己拿主意，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今天你就当着祖宗的面给我说清楚。娘，我求求你了，你就放我走吧。跪下。说呀，去跟祖宗说清楚。回娘家住几天也好，安安有秋香跟着照顾，你可以安心的回家做一回大小姐。大少奶奶，上车吧。去吧，小心点。哎，静怡啊，那过几天我去娘家接你。走。哎，一个个的，上班的上班，离开家的离开家，最后还是剩我一个人。我的心事又有谁知道？夫人，高先生来了。啊，请他进来吧。哎，高先生，请。谢谢。哎，请请。唐夫人。啊，高先生，今天怎么这么有空来寒舍拜访啊？家呀，还有很多下人，真是没规矩。
那么想的？我来这儿呢，一是想告诉你我很想你，这第二呢，我要告诉你我们的投资已经翻了两番了。真的？嗯，已经翻两番了。嗯，那就赶紧把它拿回来啊。我原以为你是个大胃口，原来胃口这么小，吃这么点就撑了。哦，对对对对，你是一个妇道人家，收了25000呢已经很多了。你再有闲钱的话，也不用拿到我这儿来投资了，就留在银行里头，你去利滚利就行了。行了，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哎，你就留下吃个午饭吧。唐大夫，您这广州是去还是不去啊？不去了，家母不同意。那您看这文件要不要签一下？人事处已经一早派人来催我了。啊，你等一下，稍等。哎呀，糟了，落在家里了。这样吧，我呢今天中午啊回家吃个饭，然后顺便把他带过来，好不好？好了，春秀，我们有事再叫你，你先出去吧。是。来，唐夫人，我敬你一杯。是不是把人支走，就是为了让我们两个人能单独的吃完饭？哼，怎么老没记性？这也不能怪我，要怪只能怪你，谁让你长得太好看了，我每天都想看到你，知道吗？不要了，让人看你多不好。每天板着脸干什么呀？我跟你说，有一天呢，相公说要吃娘子，这娘子一听啊，她就开始跑得一头大汗的。这时候相公就说了，哎呀，娘子啊，你别跑了，你停下来吧，你干什么呢？你知道娘子说什么？哎呀，相公啊，你不是要吃我吗？我在给你热菜呢。是谁呀、啊、能逗娘子这么开心？过来，坐下。李伯，要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像这样一起吃饭，听你讲笑话，那该多好啊。哎，大少爷，你怎么刚回来就要走啊？没事，你去忙吧。舒伟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媳妇儿回了娘家，连晚上都不回来吃饭，他有没有把我这个娘放在眼里啊？老张，去把舒伟给我叫出来。大少爷走了。走了？这么早就上班去了？不是，是昨天晚上走的。大少爷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静怡和安安去广州了，你一向特立独行，我想你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而舒伟敬上。舒伟，你就这样一声不吭的离开了娘，离开这个家了。张管家，哎，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大少爷和大少奶奶要离开？大少爷昨天中午回家来拿东西的时候还好好的。你说什么？你说大少爷中午的时候回来过？就是
您跟高先生吃饭的时候。先弄脏我的鞋，哼！这都第二胎了，没事儿。哎，你不是说要去找你男人吗？去长春？是啊，我下个礼拜就去。你说我们家这个死鬼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了，我这样冷不丁一去，要是被我逮着他私藏了什么狐狸精，哼，看我怎么收妖。嗯，你这人怎么这样？你说你老远的去，你给他带点好吃的，说点好听的话，干嘛老远去找架吵啊？真是的！哎，赶明儿你也来一个，咱们俩结个亲家，这哪由得了我呀？要是我们家这个死鬼有枪没子儿，我也下不了的。这话说的，哎，对了，那个谢老板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我看那个字画店的招牌都卸下来换成聚宝斋了。换了也好，只是可惜了我们家舒涵。自从八方雅集收了之后，舒涵就没有再卖过一张花，可不是吗？这哪能怪你啊？不过再这样下去，那你们家这个小的生下来以后，你们这日子该怎么过呀？哎，我有招，我都想好了，到时候啊，我设个摊儿，烙个煎饼，卖个韭菜盒子，还有小米粥。就你这手艺当然是行了，可我要是走了，你这肚子一点一点大起来，谁帮你打下手啊？要什么下手啊？我一个人不行吗？真是的。哎，舒涵，哎，舒涵回来了。我看这次素云呐，她准给你生一个带把的小子，够你乐的了。我说你，你的脸像一条苦瓜哦。刚才在弄堂口看见娘了。娘到我们家来了？可能只是路过吧。那你怎么不请他进来啊？那多难得的机会啊，他可比神仙都难请呢。真是的。是啊，
比神仙都难请。娘怎么肯踏进我们这个破落户呢？会不会娘她就是想过来看看我们，但她又拉不下这个面子，所以才没进来。要不这样吧，明天你回娘家一趟，就跟娘说我们请她吃饭，花点钱买点肉，我给娘做一顿好吃的饺子，等她吃好了发现我又有了，说不定他就能让我们回家。不可能，我太了解我娘了，断了这个念想吧。不过我有信心，您总有一天会接受我们，对吧，宝贝儿？这么久不见，他对我竟然没有一点感情，他甚至连求我一声都不肯，他心里已经完全没有我这个娘。当初我根本就不该把这个逆子抱回唐家。行，来你们看这招牌怎么样啊？哎呀，舒涵，画的好啊！真好看啊，这个好看吗？这饼画的看上去好好吃啊！当然好吃了，是吧？真棒，这个。可惜婷婷，你爸我呀，也只能给你妈画画招牌，别的也帮不上忙。怎么这么说呢？这会画画就是最好的本事了。不然老咕噜，你会画吗？婷婷会吗？妈妈也不会，所以啊，会画画就是大本事。哎，素云，由你来打点这个小吃摊，有舒涵画的这个招牌，我相信这个小吃摊一定能够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借你吉言。应该快要轮到我们了吧？护士小姐，麻烦请问一下，你知道唐书伟医生在广州的地址吗？麻烦稍等一下，我帮你查一下。谢谢啊。这里的医生很好的，很有医德，我经常来这儿。那谢谢啊。不客气。谢谢。舒伟，娘已经拿到了你的地址，娘一定要当面告诉你，咱娘俩面说清楚。哎呦，我这腿啊老是抽筋儿，那都第二胎了，这肚子还大得吓人，真是。哎呀，腿老是抽筋儿不是个事儿啊。我说了你多少遍了，你说这不让你去卖饼你非得卖，挺着这么大的肚子一站就是一天，你要不抽筋儿才怪。没事儿。爸爸，你猜妈妈怀的是个弟弟还是个妹妹？爸爸不知道。我猜是个弟弟。咱们娘俩一条心，我也觉得是一个小子，你觉得呢？男女都好，不过都得拿钱养活不是？没事的，我卖烙饼，你卖画，我们两个人四只手肯定能把两个孩子带大，你放心好了。那也得等我的画有人买才行啊。你的画只是现在没有人喜欢，但是我的烙饼有人喜欢呀。哎，你不用操心这件事儿，绝对不是问题。哎，我还在想呢，要是我这肚子里真是个小子，你说娘是不是就会让我们回家了呀？你说话呀，有没有这个可能啊？舒伟，你怎么进来的？
又不是没来过，熟门熟路的。哦，对了，婉清，现在赚钱变成了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第二次投资已经开始了，明天就是资金汇集的最后一天，你要不要参加？不了，我不参加了，我还要撤股。撤股？为什么？为什么？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啊。你不是说我的25000已经翻了两番了吗？嗯，是啊。翻了两番，那就是75000了。我心满意足，见好就收。还是麻烦你，赶紧抓紧时间把钱给我要回来。那个，没问题。不过，不过什么？高立博，我可要警告你，你千万别花什么心思，跟我耍花样。文清，我们什么关系啊？我的心已经很烦了，你能不能少说两句？行，少说两句。你现在不就是想把钱拿回来吗？那买菜还得需要个时间吗？给我点时间，我把钱给你拿回来。还有，我现在明白了，我就是用过了的厕纸，想扔就扔。你不知道舒伟现在怎么样了？